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，因为我们有准备小礼物给大家啦。好，那按照我们军训课的这个概念呢，有伤兵特战啊，什么各式各样这样子。OK， 来喽。好的，一样跟当兵是有关系的，仔细听清楚。哒哒，娃娃国，娃娃兵，金发蓝眼睛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，用你了，我还没讲，请回答哦，请回答，请问空格当中要填的歌词是什么？总共有十二个字。娃娃国，娃娃兵，金发蓝眼睛，连听都没听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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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知道。我直接复制答对的就好了，不是他又不一定对。我随便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这很贼，用复制哦。哎，我还没打那么久，他还打错。而且字要全对哦。字要全对。大圆，是啊。给你最后一个提示哦，你十一 A 一 B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十一 A 一。娃娃国王不须长骑马出皇宫，哪里错啊？哎，娃娃太王听起来很不对。哪里错啊？是吗？你对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娃娃国王不须长骑马入皇宫还是出皇宫？入还是出？三，娃娃国王二，出皇宫一，好。好，就这样。目前完全没有人答错，答对，全错，全错。来，正确答案是娃娃国王胡须长，骑马出王宫。王啊！王女的，你可以最早就是皇宫。而我一直想说你是王家，等一下，那我就偷去你的。赵伟哥，吼，你打错怎么了？作弊的留级还怪操人家的。